这四枚硬币是美国的摩根硬币，类似于我们中国的古币。它的背面长这个样子，有个老鹰一样的。嗯。一、二、三、四，四枚硬币。我会把它们放在我这个手里面，大家可以看得到吧？接下来会其中有一枚硬币，有一枚硬币哦，会跑到我这个手里面来。其中有一枚，看仔细，一瞬间哦。一、二、三，咻，过来了。哇！就过来了，你可以看看有没有问题，看一下，看一下，大家可以看一下。三枚，继续啊，继续，你拿着，拿着，先拿着，这三枚硬币放在我手里面，没问题。然后落过来给我，哎，等一下，马上，我刚刚速度可能有点快，我会让我的速度放到最慢的状态，有多慢？其中有一枚硬币啊，看好，会很慢很慢的穿过来。过来了，看一下，对，给我，再来一枚过来啊，哇，过来了，怎么做到的？其中拿起一枚，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，我们兜里到这边吗？对对对，兜里面，又过来了四枚。好，谢谢，给我看看，那给我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谢谢。哇。